麦当劳超出来，搁继续聊来讲。啊，车顶敢有？车上东西嘞？车上没东西。你们先自己的地方看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对嘞。东西嘞？车上没东西，真的没东西，你们可以敲。啊，人嘞？一个在我们车上啊，东西嘞？没有东西。勤务时，那大约在4:40的时候，在我们鸟松区中正松浦路口，接获一名民众拦手向我们警方报案，称他自己刚才被一名犯嫌持瓦斯 BB 枪从左肩射了一枪，那是有红肿破皮的现象。那民警立即带着民众坐上巡逻车，一路搜寻那名犯嫌。那我们从松浦路一直沿路搜寻，经过南昌巷、水管路，甚至是城关路，那一路大约花了1小时的时间，那路程大约10公里。那最后在三民区大中路135号地下室那边，终于发现犯嫌的身影。那我们民警也很顺利的将两名犯嫌逮捕。那经据犯嫌是坦诚说自己因为目前没有工作，那缺钱花用，所以才行抢的。那他目前他是因为到外面搜寻目标，然后发现该名民众一个人自己在娃娃机店里面玩夹娃娃机，所以才临时起意向前去行抢这个动作。那我们全案侦讯后，将犯嫌移请板桥地检署侦办。